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我今天从湄山这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赶海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少人过来，路也比较难走。然后我这是第二次过来了，看能不能今天看能不能抓点什么海货回家。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抓看。哇，这边又拉螺。哇，可以啊，一大窝里头。水桶都跑了。这都是哦，大螺。哇，都是有肉的哦。哇，还是都收到带起来，都是海里。等一下被割到就不好了。钩心界的钩子用来钩海螺，确实有点大太的作用，太大了。一般钩海螺的钩子比较小，我今天是带了这个过来，看能不能主要看能不能钩点青蟹，啊，都是有肉的啊。哇，这个是那个野生的鲍鱼，我们这有的地方还叫香辛卯，这个都记得很细，但是那个有点小就不要了。这边有个青蟹啊，哇，潘老师，哦，还想往哪里跑？来来来，出来出来，又潘老师都低下去，那只能用钩子给他钩一下。哎，跑哪里去了？哇，这么大的石头，不知道能不能搬得开，应该可以吧？哇，在这里下啊，还想往哪里跑？哦，哇，在水里面跑得很快啊。他个头没多大，顶多就不到二两。算了，这么就不饿他了。看着感觉挺肥的，颜色够深啊。算了，不要了吧。赶紧跑回去。又跑到这里，又到底下来。把给他搬开，看底下有没有别的大货。估计也没有，都搬不开，太重。嘿，哇，这边有个海里螺，看到不知道有没有肉？这还有那个腊螺，腊螺有肉的，海里螺，哇，应该说有肉，记得很紧。哇，有肉的哦，这个可以啊。还有这个腊螺，硬壳螺。这个就不用钩子，直接给它扣出来，都是有肉的啊。啊，这边是两个小腊螺，还有个水螺。哎，大家知道我发现什么了吗？看到了吧？一个海胆哦。这个都轻一点，哇，这个海胆会急速失手的。轻轻的给它拿起来，哇，这个可以哦。像这个里面肯定肉很多，一般那个是海胆是比较短的，那个肉比较多。哇，今天既然让我家一到这个海胆，哎，前面还有一个，哇，可以啊，这个也不错啊，这个肉这个是比刚刚的那个要长。哇，系得很紧哦，出来吧啊。哇，这个不错哦，4多块的老给掰掉，哇，这个不错哦，哇，又是一窝海螺，哇，可以有肉的哦，咱们挑这个大的先，这个小的就不要了。这个水螺有点小。嘿，有动静哦！
这有点不好勾，钩子有点长，这后面给石头顶住了，钩子给它收一点吧。正是给它折过来，它后面就顶不住石头了，比较好勾。本来这个钩子有点长，这个钩子不深，呜、哦，这个个头看起来还可以哟、哦，看到它的大脚了。哇，竟然躲在这个网筒的旁边。出来吧，还不肯出来。来，出来扔个线吧，来。一线你分割。你还想往哪里跑？啊，这个还不错啊、哦！还想往哪里跑？来，继续跑。没地方跑的跟你说，从后面给你踩住。哇，这个不错啊、哦，挺肥的，看这个地方，挺肥的啊、哦，有个三四两吧，还不错啊、哦。今天第一个亲戚。哎，哇，这边又是海胆，两个。一个在这段洞里面，一个在这个地方啊，继续来。哇，这个不错啊，又是一个。哇，可以哦。看来这个地方海胆真的多，再来找看。哇，看来这个潮水海胆就是挣得多哦！哇，又是一个海胆哦！哎，这边又是一个海胆哦，在这个地方。哇，可以啊！哇，又是一个哦，又是一个海里螺哦。还有几个小的大螺，应该说鱼螺螺，但是鱼螺螺，哇，记得很紧啊，又是一个，嘿，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哎，您说了啊，嘿，那前面石头缝里头就有一个亲戚，在这石头缝里头，来给它勾出来看一下。哎，个头没多大，来，出来扔个线，来，嘿，还不出来，来，出来扔个线，哦，哼，感觉个头没多大啊、哦，顶多就一两多一点，来，加，算了，不逗你了，回去吧，这么小我们不能咬啊，等它长大了再说。现在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啊、哦，是时候来看看今天的收获啊、哦。今天收获还可以哦，那我捡到了八九个，大概有八九个海胆，还有两个海里螺，底下一个青蟹，有个三四两，还有一些腊螺，那个硬壳螺之类在那个底下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回家，等下午那个送到烧烤店去烧烤。好了，现在准备打包带回家了啊、哦。